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丽。今天艾丽来到的这个地方，朋友们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的。朋友们，你们当中是不是也有人就说过我以后长大了要当视频博主的这种话呢？如果你来到这里的话，就真的会变成博主哦，并且不用摄影师朋友的帮助哦。那我们现在就赶紧去体验吧。走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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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走吧 go go go。 凯莉快乐一家。那朋友们，艾莉在成为博主之前呢，哦对了，虽然艾莉现在已经是博主了，不过在当博主之前呢，我还是要先参观一下这里。朋友们，这里是不是有很多好看的东西呢？哇，还有艾莉最喜欢的笑脸。哇，这里有好多可爱的信纸和信封。哦，还有啊，这里有可爱的小公主、小公主公仔。哇，这都是什么呀？公主圆珠笔。朋友们，我们先在这里转转吧。哇，真好看，真好看，我好想买一个这个，好像很适合我呢。哇，这又是什么？天哪，居然还有这么好看的相机，这不就是为艾丽打造的相机吗？真的太可爱了。哎呀，真的可以拍照吗？朋友们，大家来一起比剪刀手，一二三咔嚓，一二三咔嚓，嘿嘿，我们再到那边看看。对，就是这里。艾丽要挑战吃播博主。哇，看后边的视频画面是不是很好看呀？软糖什么的，据说一会就可以做成这样了，是不是很神奇哦？本来拍视频的时候是摄影师朋友帮助艾丽拍摄，然后摄影师朋友在帮助艾丽剪辑，不过这里面的视频不需要摄影师朋友给拍摄，也不需要摄影师给剪辑，真的可以有这样的事情吗？天下真的有这种事情吗？艾丽呢先选这个不错吧，地球软糖，这可少不了，这个好可爱呀，炸酱面软糖，呵呵，还有这个，我决定就拿着这三个开始拍摄视频了。去哪里呢？我也想要这样的工作室，朋友们，哒哒哒哒，看到后边的工作室了吗？是不是特别好看呀？哇，这样的工作室我还是第一次见呢，艾丽的初体验。等等啊，这个后边的背景也需要拉下来。啊，这个啊，背景完全是黑色的。OK， 哦，哇，这里也太神奇了吧！朋友们，进到这里以后呢，首先艾丽的前边可以看到一个显示器，上边还有摄像头。要看这里哦，这里。看样子这台摄像机今天会帮助艾丽拍摄。那今天呢？来一个软糖吃播，不知道会不会成功。还有今天又是 ASMR， 所以大家要好好听一下声音哦，听一下声音。好，艾丽也这样把耳机。我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哇，你好，今天没有摄影师朋友跟我一起拍摄，还真有点紧张呢，毕竟是第一次进行拍摄，还是有些紧张的。首先呢，第一步要对准正面，然后调整椅子的高度，然后把准备做 ASMR 的食物放在桌子上边。好，布置完毕，按下开始的按钮。我出现了，我在屏幕里。啊，好神奇，好神奇！像这样出现在画面上，还真挺神奇的。原来要这样弄的呀！把话筒调整好。开始按钮。可以了。哦，封面照片。这里有一张，还有这张，还有这张。哇，这些照片上边还可以加些装饰上去呢。哦，真的可以一个人来操作呢。
ASMR。 朋友们，拍视频最重要的就是封面照片，特别重要的。我觉得这样不错。好了，还不赖，艾莉的封面制作完成，现在我就要正式开始了。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莉去哪儿的艾莉什么呀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莉去哪儿 ASMR 的艾莉，我们现在马上就开始吧。首先这样给大家听一听声音，好酸。炸酱面，这个炸酱面这个还没有吃呢，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朋友们，巧克力的部分我就用这台相机来拍吧，因为已经到时间了，所以自动结束了。现在就要说结束语了，这个时间有点太快了吧。艾莉去哪 ASMR 就要，哎呀，说错了说错了，这让我再来一次，说错了，再来一次，我说错了，再来再来。艾莉去哪 ASMR 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看，请多多关注我，爱你们的哟。这个还真快呢。哦，现在正在进行视频剪辑，我真的好神奇啊。哇，那趁着剪辑的功夫，巧克力的 ASMR 就用艾莉的相机来拍吧。我现在就来尝一下金砖巧克力，是不是很像真的，真的金子。哇、哦、什么什么呀，都已经编辑好了吗？先看看视频。哎呦呦，天哪天哪，朋友们，艾莉的 ASMR 都很好奇是吧，你们要支持我哦，多多支持我再见啦。大家好，我是艾莉去哪儿 ASMR 的艾莉。我好酸，我太酸了。炸酱面，啊，这个炸酱面，哦，我这个还没有吃呢，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那么艾莉去哪儿 ASMR 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的收看，爱你们哦，爱你们。